见你穿的这么时尚又带民族风味的衣服，好看。是，因为庚倩一直都喜欢穿藏袍。对。的感觉，在家乡美这个环节，为什么选择远走高飞来演绎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有共同的特点，都是从比较遥远的地方，然后为了自己的梦想，然后来到星光大道，所以我们想借着他的光，然后我们一起放飞梦想。对，庚倩是我们星光大道的，应该是前年吧，对，的年度总冠军。他是从玉树靠脚步丈量来到北京，走进星光大道。那你也是从中国去到澳大利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，也会再次回来自己的家乡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是的。好好加油，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们更多的力量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继续追求梦想。